先把人家打油盆，先好点。可，那个。种种大田。你都不要花花，不打田。要不辣子都红的，把籽来，是这样子去整。嗯，那就辣子这块开始摘，天天落。哦，那圆的，嗯，有不拉粉，也可会。 哦，那蛮圆的，叔叔拿的，那结果好的，雨水多了哦。晓得，嗯，光是那点花。这边是本地辣子，看有没。 也可以嘛，嗯，全部是蛮好看，蛮圆的很，有。这种没有个好的啊？这个半截好的，嗯。圆的。红辣子这么几颗看哈，你看红辣子。这个长的是本地辣子哦。嗯，这边是几颗是本地辣子。这个是。也是本地辣子，藕断的枝。嗯。你看到这儿去了，这有没？也好吃。 嗯，这天气要是极好，嗯，这个，这都极好多，极满满。嗯。老板，你给他这辣子打油。啊。辣子打油，蓝圆的。做工了。啊，就这么几颗，你叔叔蓝圆。啊，可行。呵呵，我干，就这么打油。 辣子。 你味道到底吃的呢？到到吃不得哦，好像是发物。到到吃的。哦。那没菜吃。看新的不新鲜菜你吃。啊，没有发的。我给你弄上米吃，拿出来倒点炒辣子。 炒菜去，炒。辣子，吃的，你小姐炒腊肉的哦。让他香吃的，炒粉。哦，好香哦。好香啊。 嗯，邀请函全部过来的。你开别哦。哼。你开别。我人就是那么，走到我就上。搞事，去烧饭。烧饭倒是好吃的。客气，包冻。都炒腊肉，好菜。腊肉，把这个，没娘。 嗯，香了的。这一张面的香，这里张面的。都闻到腊肉骚的，全部来的。嗯。豆豆今天一直守到的。嗯。哎，豆豆辣椒有让没吃掉，他已经长不长，也还没，味道都没吃到啊。那不对。不对。那这个是小菜。嗯。也不一样。啊，有干泡，现在马上干。你都会的。 给我倒点辣的，嗯，辣的。你黄瓜是不吃？不吃。黄瓜放什么酱子？就看黄瓜。今天是黄瓜是点炒的？嗯。放花椒没？没放。那么没放嘞？忘记了。哈哈哈。这回这花椒不放哦。是的嘛。哈哈哈。今天花椒放了，不用老等。 白菜都放花椒，黄瓜不放。咱菜都放花椒，白菜。
我的，他今天就拿出去了嘛，反正我也够不用。你是多少呢？我们叔叔那个看起来好兄弟。你这他别都搬进来了。他都从今天开始慢慢的，雨水多了。这个中是边我也不晓得，反正中也有边有。嗯。嗯。嗯。你还有没有本事接啊？嗯。嗯。他的机器儿做的都搞不好的。塞牙缝都塞不满。他根本就没嘴巴都没打，直接就把胃进去的。先换一个大油盆，先好的。好。大哥，总总打起来，老板画画不打起来，干胃好。牛肉干么子打好吃。嗯。大爷，你哪里都从医院的？